你大嫂在这扒拉啥的？吓死我了！爸爸昨天杀了四只鸡，给我们留了8个鸡爪跟8个鸡翅。能给鸡翅不能行人来吃啊，只给他做客的鸡翅。像，那个秦大嫂给听着说，凤爪。跑着凤爪。啊，行行。看那碟子挺形象，还知道给形象专门留下鸡翅。看看这个人，昨天我爸炸的香酥鸡在这偷吃呢。你要吃不吃外边还吃？这个香酥鸡香不香？香，沾沾番茄酱，就是那种快餐店的味道了。 昨天弄了4只鸡，我爸单独把这个鸡腿弄下来给星星做了水煮，鸡翅和鸡脚留着给小兰，然后这个就弄成了香酥鸡。妈妈，你偷吃啥？妈妈，来来来来，给你吃。香不香？好不好吃？行了，别炫了，跟我去超市买点东西吧。去超市干什么？可乐鸡翅不要可乐，柠檬凤爪不要柠檬。哎，柠檬不是在家吗？不是那个柠檬，好吧。来来来，防护做好。谢谢。今天天真好，好暖和。 给我点钱洗洗车去吧。你说啥？给我点钱洗洗车。听不清。洗洗车。我不听。看我们山东这边多冷啊！哈，路边这些水都结冰了。看，来摔倒喽。嗯，泡椒。来两个柠檬，两个够吗？够了。拿上一瓶，拿上一桶吧。可乐。家里有白醋吗？我不确定。那我买一瓶吧。是吧？快点啊。嗯。 说好的买泡椒、买可乐，你看又整这么一车回去。咱买点存着呀，省得明天又不能出门了。行，哎呀，出门发现我家门口又要封了，赶紧的回家吧，快点跑起来，跑起来。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差点回不去了。看，买好了都这么多菜。走，看见没有？这种新鲜的鸡爪跟外面买的这种冰冻的，就是不一样。接点水，先泡一泡。炖上锅，咱们煮鸡爪。 老公，咱家烧炉子就好，随时随地想烧啥就烧啥。鸡爪冷水下锅，放点葱姜，来点料酒。老公，你掏口袋干啥呀？秘制调料。开了，我们撇一下这个泡沫，泡沫漂完了，我们再放点这个小香料，桂皮、香叶，还有八角、小茴香。老公，那这个鸡爪要煮多久啊？ 这个鸡是老鸡，得给多煮一会儿，要不煮不烂。鸡爪煮好了，咱们捞出来过冷水。媳妇儿，你今晚喜欢吃有骨的还是无骨的？肯定无骨的呀。行。不是，你端着鸡爪子去哪里啊？让村里老太太给你把骨头挑出来。不，我吃有骨头的，吃有骨头的。准备个干净的菜板，然后把这个鸡爪子给切一下，正好入味儿。咱们再切点柠檬。 大家看，小梦切的柠檬吧，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？因为要把这个籽掏走啊，这个有这个籽的话会苦。平时是不是都是用这个？柠檬把这个汁儿弄完了，再就切辣椒就行。哎呦，这籽还真不少。啊，你要不这个籽多苦啊？小米辣，辣椒切完在口袋里放点大蒜出来。哎呀，你这个衣服啊，哈，不是装干料，就是装这个大蒜。 这些料放到鸡爪里面，给它拌匀了。我把买的这个野生椒倒进去，你能吃辣不？能。辣我给你放一点。再倒点这个醋，我们用苹果醋，就不用加糖了。挤点点蚝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鸡爪放到这个容器里面，腌上2小时，够入味儿。剩下这点汁儿倒进去。行行，你干嘛呀？ 来，给我，给我，我给你做。好，给你多放点。这鸡翅焯个水，老规矩，焯水，葱姜料酒，水开把这个沫沫撇掉。看看这个鸡翅多大呀，跟超市买的那种鸡翅根本就不一样。对，这是你自己家的原料。啊，我的自己给传授留回来的。哦，行行。啊，穿好了之后给鸡翅盖个罩。 做这个可乐鸡翅之前，一定要把这个鸡翅擦干净，要不一会儿煎的时候，崩的身上都是泡。咱把水分蘸上，给它控干，就能下锅煎了。下锅！大家看小梦，<笑>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在干嘛打仗呢。鸡翅一直煎，煎到2面金黄就可以了。鸡翅煎的差不多了，我现在倒可乐。 放2片树叶子，放点葱鲜，先提鲜。熟了之后，我们就大火收汁儿。
上就好了。快好了，你出去吧。鸡翅好了，出锅。鸡翅好了。啊，我也吃，我也吃。做的这个泡椒凤爪也做好了，拿出来尝一尝。端午一天那就是端午这两个菜。啊。还有，类似这种类型。看看做的泡椒柠檬凤爪，这是可乐鸡翅，你快尝尝吧，拿一块，拿个大的，啊，好好好，哎呀，真香，咬到皮了，看不出去，好吃的都扭起来了，尝尝这个凤爪行了吧？嗯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味道正好，麻辣可乐鸡翅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今天这一桌一共七个菜，除了这两个胡萝卜还有萝卜不是鸡之外，那五个菜全都是鸡，真香啊！星星你多幸福，想吃鸡翅，爷爷专门给你留的鸡翅。谢谢爷爷。哦，就下次过来和爷爷给你做，是吧？嗯。